在这颗地球上生活着很多外星人，但这件事情并不为人所知晓。几位年轻人将会再次相遇，书写出一段传奇。自分はもう結構始めよう一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行き先直感で決めて進化の道が見えたら踏み出すだけさ Here we go ダイダーあの彗星みたいな光放っ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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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ディー Go 走り続けようウルトラマンダイヤその胸に宿したやる気は观众早上好，我是冬云。近期不断出现的巨大生物引发了社会骚乱，对于他们真身的猜测可谓是众说纷纭，大家也都看到了。看来人们早晚会知道地球上有外星人存在。佐仓先生说呀，最近越来越多的外星人开始蠢蠢欲动了。真是讨厌啊，大家和平相处不好吗？就是啊。今天阿玉前辈不来吗？他今天休息。好吃啊！不枉我一大早就来这排队啊。你们在干什么？哎，钓鱼烧！你小子！你小子给我等着！你没事吧？你力气还真大呀，不像是地球人呐。哪有？你说什么呢？我的力气一般般了。不用隐瞒了，我和你一样。你也是吗？你既然是外星人，怎么被人打了也不还手啊？还不是想过安稳的日子。我的户籍是假的，要是惹到了别人，这里很快就会容不下我的。你也真是不容易啊。
地球人能够分辨出谁是弱者，还会不自觉地恃强凌弱。这没办法，毕竟对于地球人来说，我们算是异类了。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好看的。你一个人生活吗？我跟别人合租，不过他现在出去工作了。喝吧，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哇，这不是曾经风靡美弗拉斯星的橘子汁吗？我一直都想尝一尝的。地球人可不懂欣赏这种美味。我叫小森成二，不用跟我客气。好的，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宗古玉。嗯，哎，我是尤静，我现在准备回去了。收到，路上小心。喂，尤静，我知道工作很要紧，但托雷基亚那边怎么办呢？可太危险！啊！他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在一家很小的安保公司上班，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哎，果然呢，还得进一步提升外星人的地位才行啊。你不这么觉得吗？你回来了，任美。谁啊？啊，我被地球人打了，是他帮了我。他叫宗古玉。啊。你要去哪儿？不去哪儿，怕打扰你们，去外面随便逛逛。哦，你别介意啊，他性格就是那样。没事，没关系。他也是外星人吗？啊。嗯。真是不好意思啊，打扰你这么久。嗨，没什么。我还收了你的礼物。我也很尽兴啊，这算是谢礼了。下次再来做啊，再见了。哎，そこの貴様、我が注目の情報を特別に教えてやろう。That's enough excitement. Ultra Galaxy Fight, the absolute conspiracy.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this galaxy. So this is the power of darkness. I deny both light and the bond to stand up for justice and overcome challenges. That's Ultraman. So you're Tartarus. Come to witness history. Now on YouTube. Access granted.必ずチェックするのだぞ。这都第几遍了呀？三、二、一。可我看这里。哎呀，这里、啊。好，收工啦！啊，不对不对，我先走了。阿玉最近总是很急着下班啊。而且他看起来还挺开心的。难道他交了女朋友了？女朋友？不可能，不可能！说的也是、啊。你俩别闲聊了，赶快动起来，赶紧把事情做完后，赶快下班呢。是。你好，任美，我正打算去找你们呢。你最近每天都来啊？嗯，不方便吗？我劝你，还是别和我们这样的人走得太近了。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和你这样单纯的人生活的世界可完全不一样。莫名其妙。之前那只百慕拉真是太可惜了。不用担心，我们的宇宙恐龙总算是长大了。为了我们这些外星人，我会粉碎人类社会。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你都听到了呀，
算了，我还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快回答我，你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样？啊，地球人是一种很排外的生物，所以我们外星人想要生活下去的话，就必须得收敛天性。可大家这样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你说谎！你应该也明白的，外星人在这儿根本就不会幸福。为了同胞，我要改变这个社会，你愿意和我一起吗？别说傻话了，我不会让你这样。我出发了，走好。对了，今天阿玉前辈也休息吗？啊，他居然无缘无故缺勤，真是少见啊。美丽花，你可以找到阿玉前辈的手机吗？可以是可以。你醒了。我都提醒你了，别和我们走太近。你们一直带着对地球人的仇恨活着吗？一开始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只想安稳地生活下去，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洞。但是那家伙出现了，他说我们是比地球人更优秀的种族，问我们是要一直过这种见不得人的日子吗？从那之后一切都变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其实你希望我阻止他吧？所以我才说你单纯啊。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的那样单纯。喂，阿玉前辈，有请。你没事吧？我们边走边说吧，我需要你的帮助。到底怎么了？我必须去阻止那个家伙。有幸，西南偏南方向2公里处，我察觉到了一股邪恶的气息。你察觉到了？非常强烈。前辈，我知道在哪儿了。啊？你怎么会知道？要开始了。经历过的吗？这个社会根本就不适合我们生存。那是因为就在现在依然有同胞在哭泣，你要对此视而不见吗？你是外星人呢，这是一场革命，和我一起创造新世界吧。你错了，把自己的偏见强加于其他人身上，这根本就是大错特错。你有对其他人敞开过心扉的经历吗？
阿玉前辈可是真心把我们当朋友，所以一个地球人懂什么？快住手，小三！给我把他烧死！宇宙恐龙！泰迦奥特曼，快住手吧！你什么作用有什么用？你闭嘴！都后悔自己来到了这里，你也应该是一样的吧？不是的，肯定有人会接受我们的，有的。你给我闭嘴！你。也遇到了像他那样的伙伴，也许会改观的。你说的是刚才那个人吗？只要有他那种人在，这个世界就不会走向终结。成儿，人美，别再执迷不悟了，收手吧，成儿。你说的没错，我其实是希望有人来阻止他。是。啊！幽静，换个形态吧。泰迦，赤焰剑。燃烧吧，我们携手共进。伙伴，上吧！
们两个重新来过，好不好？在那之后，你就没见过他们了吧？是啊。话说，你真的不是奥特战士吗？我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泰迦奥特曼出来救了我，就是这样。哼，哥，我们到了。抱歉，吓了我一跳。你们要搬家？他还好吧？他还行吧。谁让他之前做了不切实际的梦呢？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那我就放心了。再见。嗯。哎，这样就走了吗？小兄弟，你可要好好帮衬他呀。好。这件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呀。可别松懈了。如果外星人不能堂堂正正地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类似的事情就会不断上演，所以才需要向你。阿姨前辈，你没事吧？前辈，你也太放松警惕了吧。友情故事第二章现在已经拉开序幕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唉，这种甜美的滋味你很快就会上瘾的，就好像我一样。武器！面对受伤的阿玉，优秀深感自责，他离开了伊基斯。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要一个人去追击托雷基亚吧？你还有伙伴在啊，不然的话你连眼前的兽神都打不赢。下一集泰迦奥特曼反抗雷击。你这女人不错呀。呀，先輩の戦う姿ウルトラ輝いてますな。みんなも動画を見て
一緒に修行しましょう。トロック。